那民进党如果执政成绩不够亮丽，那我想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多少阻碍台湾进步、阻碍改革？我想哈，国民党是加害者，民进党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之中，多少人坐牢，多少人坐苦，台湾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历史事实。那民进党如果执政成绩不够亮丽，那我想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多少阻碍台湾进步、阻碍改革，这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护庇的力量在阻挡这个台湾的进步。所以我想，社会历史自有公正的评价，我对吴主席的话，我认为不能认同。